我从2000年今年19个年头了，我跟这儿两个班，一个花鸟，一个三岁。画画对身体特别好，你看我特别瘦小，我身体不太好，画画以后我好多了。那几年我走路都打画，对这些老年人来说也是，这是笔墨修养。我就喜欢，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60年代没条件，后来退休了，北京条件好，所以我就开始拿毛笔学画画。现在我特别忙，从就周一没事儿，周二到周五我都有事儿。是我跟外边有两个班讲课，我跟这儿还上课一个礼拜，但是累是感觉是累，但是完了以后心情特别好。你说我觉着老年人活到这份上，我挺知足的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